台湾人真的白痴羞耻啊，顶你个肺啊，家产！最近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Potter 王的一个网上的一个网流氓网红，专门 dating 那些女孩子的一个家伙呢，他在这个助选蔡英文的时候呢，曾经蔡英文跟他 flirt 过，因为他有很多几百万蛙民的这个粉丝嘛，对不对？最近呢，他就拒绝删掉他那个什么那些 flirt 的画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这样也能成为他攻击中国的枪，他说不愿意给中国下跪，所以他不愿意删除这个。然后这个绿蛙媒体，这个王定宇这个傻逼，绿蛙就开始说中国缺少人权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台湾的这个总统都可以亲民，可以跟这些网红 flirt， 顶你个肺啊！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就是地方领导人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任何的尊严，对不对？你就像个流氓一样，就跟一个网红流氓在那里 flirt， 在那里调情，你还敢称自己是一个国家，我顶你个肺，丢人呐、啊！